Hello，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款劳力士嘅女装手表，女装日字型 Lady Datus， 标盘 28mm， 标带方面采用劳力士自家研发嘅精钢造成，配备劳力士珠带嘅设计，调校时间系相当方便。首先逆时针转动松开把的，要上链顺时针转动把的就可以俾动力去。调校日历，再将把的拉出一格，即时转动把的就可以调校日历。再将把的拉出一格，转动把的就可以即时调校时间。调校好之后，记得一定要锁翻紧把的。防水度100米，机芯方面是采用劳力士2236型机芯，动力储存55小时。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加我 Andy 的 WhatsApp 或者微信联络啊，拜拜。